2014年春天，一幅绘制于公元1790年的9米山水长卷展现在眼前。在这幅长卷中，中国大运河沿线的水利情形第一次被完整的描绘。泉源、引水、堰坝、船闸，记录了运河水利在盛清时期的真实面貌，为人们探寻已经消失的遗迹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历史依据。绵延千里的运河从江南一路上行到北方，我们的先民究竟是如何克服重重险阻，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巧夺天工，实现航道的流畅贯通。以邗沟为起点，大运河从扬州向北方的开凿，在到达淮安以后就变得困难重重了。由于淮安以北地区年平均降雨量只有南方的6-7成，缺水的自然河流便难以供给运河水源。水源成为了运河贯通的首要问题。为通州到北京的运河寻找水源地，成为工程成败的关键。每天早上，王师傅起来的头一件事就是烧开水泡茶。老北京人爱喝的花茶，一贯是得用滚开的水沏出来的。60年的老习惯，如果缺这口茶，一天心里都不舒坦。供水一直是北京城的难题。有这样一个说法，北京市民日常饮用的3杯水中就有2杯是通过精密引水渠输送。2014年2月，北京市昌平区境内的精密引水渠因为修建地铁正在进行截流改造。这段延伸至昆明湖的引水渠道，在实地勘察与精密仪器测绘下，确定了一条如月牙状的弧形施工线。然而，当工程人员着手设计引水路线时，却意外发现，早在700年前，此地就曾经有一条引水渠为北京城提供了水源，而且和精密引水渠路线几乎是重合的，这让所有参加施工的工程师们惊叹不已。当时的北京城还叫做元大都，是元朝选定的国都。元朝政府先后开凿了3段河道，修筑成以大都为终点，南下直达杭州的南北纵向大运河，这就是京杭大运河。但就在大运河修到通州之后，看似离京城只差一步之遥，却因为没有合适的水源，迟迟无法贯通。大批从南方运来的货物只好在通州上岸，再转由陆路运输。这不仅仅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且效率远远赶不上水路运输的方便快捷。为此，北京城的码头绝不能止步于通州，最后的20公里水路必须打通。这关键的最后20公里水路就是后来的通惠河。而全权负责此项工程的正是当时的都水监元代最为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
于是在北京周边地区寻找水源就成为郭守敬的当务之急。从通州穿过北京城，再向北走约44公里，是昌平龙山的白福泉遗址。白福泉水质清澈，流量稳定，一经发现，郭守敬立即确定这里为通惠河水源。然而通州至北京20公里陆路尚且艰难，郭守敬为何不在附近寻找源泉，却要跑到44公里外开凿引水渠呢？原来北京地形西北高东南低，白福泉正好位于北京城北面的高点，可以自流流向东南面的北京城和通州。你要修一个渠道引水，最好的方案就是用水自己流，水从高处往低处流。所以这个流呢，一个是要保证流向，但是又不能太陡了，流太急了也不行。水利工程师蔡帆从1987年就开始了对北京运河以及郭守敬引水路线的研究。这是一张当年郭守敬通过白福瓮山河引水到昆明湖，当时的瓮山泊路线。这个地方是昌平东南15里的白福泉。从这个地方修了个渠道，一直到瓮山泊，62里的路程。再往下，一直就是供给大都城和京杭运河用水。从白福泉到昆明湖仅有2米高差，却相距数10公里。面对高低起伏的地形，如何确定一条呈地降趋势的引水路线？郭守敬需要精确的测量与调查。由此他想到一个重要的概念，设定一个测量高度的基准点，零点。以海平面为零点，测量物体的绝对高度，这就是海拔的概念。郭守敬首先从海拔53米处的白福泉修一条弯曲的渠道，连接海拔51米的昆明湖，再从这里自流到海拔48.8米的北京城和27米的通州，接入运河。为什么不能走直线距离呢？原因就是在直线距离上有2条自然河流，地势已低于北京城。如果水到了这里，将汇入河流，永远不会流向北京城了。只有相对高程是不行的，所以他就想起了就是用海平面作为基准面，来相比汴京和大都和各个点的高程的差是多少。这个差呢，就是绝对差。在郭守敬之前的时代，中国人只有相对高度的概念，但是当远距离比较时，常常出现计算误差。然而郭守敬对于这个零的确定是以海平面为零点，测出每一处地点的绝对高度是非常准确的。这个概念的提出早于西方海拔理论的提出500年。让我们重新把目光聚焦在这幅古地图上，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运河上的这些引水工程。很难想象，承载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大运河，在很多景观节要之处，就是凭借了当时工程师们独到的眼光和智慧的思考，最终将千泉汇成万水，实现全线贯通。只是这种引水方式在山东境内并不奏效，千里大运河的贯通遇到了新的致命障碍。
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要求郭守敬开通会通河，这就是京杭大运河贯通最为关键的会通河山东段运河。这段运河工程的难点在于，山东境内连绵的丘陵高地挡住了运河北上的去路。令人棘手的麻烦是，假如要绕过这些丘陵地带，沿途找不到合适的水源供给。而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也违背了忽必烈的决心，开凿一条最为快捷省力、直通首都的运河水路。身为水利专家的郭守敬，但在波澜起伏的元代，会通河却总是时断时续，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贯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公元1411年，明代永乐九年，运河遇到了解开谜题的人，正是他缔造了运河上最杰出的水利工程——南望水利枢纽。史书称这位民间水利专家为汶上老人白英，他的治水之策史料记载只有84个字，首句即是南望者南北之水脊也，水脊运河的最高点。原来会通河穿越的真正高点在海拔39米的南望，而不是34米的济宁。如何让大运河穿越这个最高点，成为工程全线的最大挑战。白英在冥思苦想之际，忽然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汶河的最高点修建戴村坝拦截水源，接着从戴村坝开凿一条可以自流的引水渠，通到下游的运河水脊南望，从这里进入运河，左右分流贯通水脊。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轮廓分明的南望分水枢纽工程遗迹，而且它不是一次建成的。在汶上老人白英做好基础规划并开始动工之后，建造与完善却经历了从明朝到清朝的数百年光阴。这座集古人的奇思妙想和鬼斧神工的庞大水利系统，占据着中国大运河全线最为显赫的工程技术地位。正是在这幅古地图上，我们看到了南望枢纽最后的完整记录。清朝末年，运河停运，南望分水系统也逐渐停止了运转。今天仍然矗立在汶河上的戴村坝已经不需要向运河输送水源了，但是它的另一个功能排水依旧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每当夏季汛期来临，汶河通过的洪峰流量可以达到每秒1050立方，但是经过戴村坝的洪水并不会冲入运河破坏河道，而是流回原来的汶河故道。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戴村坝是由三段不同高度的坝体组成的，南边滚水坝最低，高度与运河水量安全界限相平，汶河水位上涨后，多余的水会从坝顶漫过，流回汶河故道。北面玲珑坝比南面仅高出0.1米，
中间乱石坝又高出0.3米。经水利部门测量，通过三段坝体分级漫水，无论水位如何变化，始终保证了进入运河的合适水量。供水和排水的有效统一，仅仅通过调节坝体高度和宽度就可以完成。这种设计在没有精密测绘仪器的年代是十分惊人的。岱村坝屹立百年，不仅源于设计的巧妙，还归功于其内部结构的稳固。通过现代模型的解构，我们可以看出，这473米长的主坝体底部用梅花桩做基，夯实三合土后，再镶砌百万斤的巨大条石。石与石之间用铁扣相连，再灌注一种类似现代水泥的物质，将大坝紧紧锁为一体。这种类似水泥的物质是一种听上去很神奇的材料，三合混凝土。1958年夏天，距德州西南约12公里处的四女寺，出土了一座清代滚水坝遗址。当年还是孩童的王和平，曾经就在工地上捡到了宝贝。我是在1958年呢，我放学以后啊，上工地上玩耍，几个正直在那坐着，他们说这叫三合混凝土。石灰、桐油、糯米汁，将这些看似毫无关系的物质混合搅拌，再凝固成型。糯米汁、桐油的加入可以增加凝固后的粘合度和韧性，而石灰在胶质物质的帮助下具有极大的抗压强度，据说凝固后和花岗岩一样坚硬。这种技术在很早的时候就用于堤坝、石桥等运河水利工程的修建。从运河上第一座水利工程的修筑开始，中国特色的混凝土技术已经令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望尘莫及。邗沟的北端是一个叫做河下的古镇，倘若追溯它的年纪，应该有整整2500岁了。它与中国大运河同龄。河下的古磨口曾经是邗沟与淮河交汇之处。淮河水低，运河水高，所以在磨口足有白神堰，往来舟船必须通过白神堰才能通行。作为人工河道，运河由于没有像长江、黄河般的源头，通过人工补给的水量是有限的。在河下的古磨口，运河与淮河交汇处相当于运河上的一处缺口。如果没有阻挡，运河水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地势较低的淮河，直至断流。所以，人们用一种分段筑坝的方式堵住缺口，将水逐段保留在运河中。这种拦河坝式建筑也称为堰带。保存足够的水是为了保证通航。在今天江浙一带，我们常常看到用堰带命名的乡镇、村落、河段。可以想象的是，在古时，堰带这样的工程在江南是多么普遍。这些遗留下来的地名透露给今天的人们，在水运作为重要交通手段的地区，堰带曾经是保驾护航、必不可少的水利设施。但河道里的水足够行船了，那船又该如何翻越这些堰带呢？这是现代游乐园里的海盗船。当年船只通过运河堰带时，比之更为刺激，
而且伴随着的是真正的危险。1793年到访中国的英国马格尔尼使团副使司当东，用日记和速写留下了生动的过代记录。首先是盘坝的艰难，100人的力量才能拖动一个大船。民夫背着绳子转动绞盘，将平底船拖上堰带斜坡，过了制高点，船在自重作用下滑入另一侧河道。给这位英国使臣留下深刻印象的地点，正是这座位于浙江上虞的曹娥堰。令人惊讶的是，它的使用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从这些遗留下来的钢筋混凝土中，已经看不出往昔人力过代的痕迹。但正是由于这种不便和危险，中国人再一次利用水的规律，催生了一项更为便捷的发明——单闸。单闸，现代船闸的雏形。打开闸门之后，船只可以轻易通过。但是在缺水的河段，单扇闸门一旦打开，会在瞬间流失大量的水。如果两侧水位落差大，打开闸门还会造成湍急的水流。由单闸向复闸的进化，可以形成一个水位稳定的封闭闸式。第一扇门开启放水，水位持平后，船只进入闸式。闸门关闭，第二扇门开启，水位再次持平，船只就可以稳稳当当地进入另一侧的河道，同时将走泄的水量控制在最低。法国1681年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法国南运河开凿成功，高卢人的梦想实现了。最初，法国国王的船队沿着运河航行时，曾经穿过了9个船闸。今天的卡尔卡松船闸仍然保持了建成原貌。借助卡尔卡松船闸，今天的人们或许可以推测出，中国北宋帝国船队通过运河上第一座复闸式的情景。为了确保运河的通航，中国人为了运河设计了各种水利设施，他们的成立源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和依赖。但是在水资源或地形不具备水运条件之处，又必须克服自然因素，重建非自然力营造的水系。这种地方往往演变发展成为各种水利设施高度集中重叠的枢纽地区。2003年的中国淮安诞生了一个新的工程奇观。由空中望去，京杭大运河与淮河形如一个巨大的十字。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的上槽下洞的水上立交。运输船队从上行的运河穿越，淮河从下方隧道中静静流过。在现代工程技术的支撑下，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沿运河往西北去30公里，有一个被称为青口的地方。百年前，这里曾经是运河上水利工程设施最为复杂和密集的枢纽地区。自宋代初期黄河改道青口，再到1855年黄河再次北徙离开，共7个多世纪里，青口一直是运河、淮河、黄河三河交汇的中心。
打开清康熙到咸丰年间清口地区的舆图，可以看见仅仅在180年间，这片大约40平方公里地区修筑的水利工程不断叠加，以直到最末一张舆图上，堤、坝、闸、堰已经交错密布，令人眼花缭乱。古人曾经形象的比喻，黄河水里60%都是沙子，黄河泥沙不断垫高清口，倒灌进运河和淮河，造成河道堵塞，难以通航。直到明朝万历年，瓷片碎瓦足以证明当时水运枢纽的繁荣光景。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从图中清晰分辨出一处重要石工堤防，今天在它的原址出土了。石工啊，它只是一部分，现在发掘出来也就是2米2高一点。根据我们2008年在南边发掘的一段经验，它是高度6米6高，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下面它的条石不止这我们看到的3层，它下面还有10到12层条石，条石下面是木桩，所以如果把它全部揭示出来的话，还是非常壮观的。中国大运河堪称世界上工程最复杂、付出人力物力最多的运河。据统计，仅仅在清口地区，像天妃坝这样的水利工程遗迹还有122处。那是智慧与创造精神的彰显，大运河在这里完成了自然系统人工化的改造。但顺应时势的变化才是大运河不变的常态。小马来宁波水文站工作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每天清晨，从收集水位、水量数据，实时观测水情变化，再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组成了他每一天的工作内容。古人每当遇到洪水的时候，他就会在那个水位上画一条线，来记录当时的水位情况。我们在那个河道中有几个水尺，每天记录水尺上的读数和它的高层相加，得到当天的水位。这是每天早上8点钟必须做的事情。800年前，宁波城里的人为了能够及时得知城外4乡的水情，创造了中国最早的水文观测站。传说创造水泽碑的官员首先在石碑上刻画下历史上的洪水水位，代表放水，再画出历史低水位，代表蓄水，最后将安全水位线画于中间，得意之余又在3行中信手一笔，竟然就成了一个平字。只需要一个汉字水，
就会告诉你一切。2013年11月的一个周末，杭州拱宸桥上最是热闹的时候，人们都被一阵声响聚焦到了桥头。目光的聚焦点正是缓缓被吊出水面的一尊石雕神兽。一个空船过小孔的时候，船身没有姿态调整过来，就把这个神兽给撞下去了。还好撞到这个神兽，没有撞坏桥。拱宸桥边的石雕神兽是为了保护桥体而设计的。然而，这似龙非龙的神兽究竟是什么来历？让我们追溯运河的历史，找到最早的石雕神兽，是在北京的万宁桥。万宁桥坐落在皇城后门的中轴线上，所以人们都管它叫后门桥。据说，它从建成以来就有镇水兽相伴。我们家算是石大海的老户，在这儿快100年了吧，已经好几代人了。小时候我们就经常到这个地方来玩。在什刹海一带生活的老北京都知道万宁桥镇水兽的传说，说北京城里没发过大水，全是托镇水兽的福。在悠久的中国民间传说体系中，龙生了九子，其中一个擅长水性，能降水妖，头生犄角，身披龙鳞，面如狮，尾似虎，他便是大运河畔常见的镇水兽八下。在大运河许多处桥梁、码头、堤坝、闸口，各种姿态的镇水兽成对蹲守，这些百姓信奉的镇水神兽仅仅是迷信之物吗？万宁桥这个镇水兽呢是6个，咱们现在看到2个，桥那边还有2个，在水里边还有2个，就在这个岸的壁上。下边这2个呢只有一个头，你们看这2个呢是歪着脑袋往下看，而下边这2个呢是抬着头往上看。当这个水要高过上边这2个镇水兽的时候，那么就会发洪水了。水位低又不能低过下边这2个，在它们上下2个匕首兽中间的这个水位是正好行船的水位。从祈福平安、警示水位，再到今天的保护桥体功能，八下千年来始终守护在运河两岸，它的作用也随着中国人对运河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作为运河管理工程的一部分，冰冷冷的石头建筑就这样注入了人们当下易于理解的时尚审美情趣。很久以来，运河就成为中国水系的一部分，也自然而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再次聚焦这幅300年前古地图，中国人利用水的自然规律所创造的人工运输系统清晰呈现。在运河的系列工程中，它与自然江河沟通交汇，所经地区地形高低起伏，水源丰枯不一，这其中涉及的工程技术问题异常复杂。人工与自然，利用与改造，运河承载着人类无穷的智慧。为了水的流动，航线的贯通，中国人努力了上千年。